巧克力爆浆蛋糕包现在拍下发六个啊，超级超级好吃，自然卖的特别特别火爆，这加着的啊。微波炉30秒，老铁们想看一个不加热的，咱来一个不加热的哈，吃了以后不加热也好吃。味道不变啊，是不错，味道是一样的，没有变化。不加热和加热的呢都不错哈，都好吃，咱不方便加热的话也可以一样好吃，你试一下行吗？